美丽的白色沙滩，自然生态丰富的热带森林，还有偏步岛上充满神秘感的遗迹。看到这些优美的风光景色，玩家一定会以为这是哪里的观光广告，对吧？没错，这部新释出的《极地战壕三》影片就要告诉第一次接触这个系列的玩家，在这个风光明媚的小岛上，到底有什么有趣好玩的热门行程呢？在这个翻遍地图都找不到的南方小岛上，不仅有着许多温和可爱的野生动物，随时准备和你来个近距离的接触。遗迹里面啊，更是布满了各种有趣的机关，随时准备让来访的笨蛋，是游客们来个大大的惊喜。不止如此，岛上的居民们虽然长得一脸横肉，好像都是海盗歹徒那样凶神恶煞的模样，不过啊，他们都是非常的热情，随时等着要好好招待各位的哟。傻傻的踏上这个岛屿的人会有什么样的难忘遭遇？不用说，大家应该都猜得到了吧？非常幸运的，在《极地战壕三》中，这个世外仙境便是各位将会展开观光的地方。玩家们，赶快准备好你的行李，还有上山下海用得到的各种装备武器。一趟充满了腥风血雨的疯狂之旅，即将在今年年底启程，就等着你的加入啦！